开始啦。你要不要？我不要。看这边啦，我们的半桌主厨，看这里啦。面可以吃吗？你哪一家？对啊，我的吃饱了。面可以吃。看你要丰盛。哎呀。有绿的，有黄的，有白的，有红的。煮那么大锅，大家没吃，你都还没吃。我们吃第二锅了。第二锅，我们算十个人份。那我再赶快再跑了三家鸡再跑回来哦。真的啊，来，我们等你。好好好。所以不要太早出发，太早下山没有，不知道干嘛。可以到吗？半桌还是在爬山的？半桌。好，谢谢。本来就本来还是消耗卡路里，就吃哦，哎，对呀、啊，还增加卡路里，都不会瘦，就回去。阿国，你那锅要煮什么的？啊，煮开水。哦，加进来，哦哦哦。享受美食的时候就不要想太多，吃的再说。我跟你讲，爬山就是这样子啦，先吃再说，要减肥回去再减。对。他昨天带给我，我吃到打嗝，你看。煮面线呢。你们为什么没有你那个火大一点，因为他这边快没汤了、欸、我要背下去不要吧，我们还要泡咖啡啊，还要用很多水、啊、还有下午茶、欸、倒点蜜奶、啊、那咖啡你都带来了，很幸福了、嗯，我们来山上野餐，杨美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那天把老师的形象都破坏掉了。哦，可怜啊！我感觉是来足寒，我比迄个车顶安尼在看，哎，那老师有在晃动出来，在那晃动。好诶，诶，阿哥无诶，规台车拢在晃动。激烈晃动，看到没有？这位就是我们这次夫妇山的女主厨是吧？你看我们在富山山顶上半桌，半冷盘，睡啦。大哥叫我先翕的，我先翕，我先叫的。OK。